林俊逸简直要被吓出心梗了。司宪员连忙改变手势表示出界，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，13-3追到19-0，这一分实在是太关键了。这是2024年韩国公开赛半决赛，由林俊逸与强化后的李佳豪对阵。林俊逸的杀招，李佳豪大部分能够应对，更好的稳定性成为压倒林俊逸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比赛。上来两人就是火力全开的状态，虽然李佳豪的进攻并没有林俊逸那样凶猛，但是能够得分就是好球，从开局就保持着领先优势。李佳豪的球风属于是稳健型，在进攻端没有让林俊逸被动后，李佳豪更加沉稳地与林俊逸拉吊，在林俊逸的失误中再得一分。这分是在裁判的眼皮底下，几乎没有误判的可能。林俊逸形成了阻挡，或者是击球点过了吗？李佳豪稳住了优势，成功拿到首局的胜利。9-8
这是两人在两平后，林俊逸再上半局再次拿到比分。这时候李家豪已经打出了七连击，双方的分差快速拉得非常恐怖。直到下半局之后，林俊逸才开始了疯狂的追分，让场面有了一定的悬念。对林俊逸的进攻实在太了解了，李家豪直接放弃防守，林俊逸往前重压，再次追回一分。越到关键点，两人的分差越来越接近，林俊逸是都能够创造奇迹，这时候有了一定的可能。这是非常戏剧化的一幕，林俊逸看到司宪员的手势一脸震惊，随后司宪员立马改了手势，直到第二眼看到司宪员的手势变化才缓了过来，实在是被吓到了。这战比赛的司宪员对于林俊逸来说，实在好几场都碰到了类似的情况。林俊逸关键点来了一个假动作，成功骗到李家豪，守住了一个局点。但最后的两分，林俊逸的不稳定连续发生主动失误，在下半局的惊险逆转，在这两个失误中化为泡影，没有完成奇迹的逆转，李家豪成功拿到进入决赛的资格。